今天其实我是在争室友的，那因为我们家有两间空房，哎，真的要讲这个，我们家现在有两间空房啊，落座在台北市的士林区，在那个天母美国学校的正后方，如果你有需要，就可以来我家住，一个月的钱可以打几折，女生有95折，男生加500，好，就这样 ，OK OK 吗？可以吗？这样了解资讯的话，好了。